一个万事不公的富家子弟，你就去分店上班，学习店面的管理。遇上为情所伤的落难千金，有很多事比金钱来得更珍贵。以我看来，你什么都没有。毒蝎，他们的相遇会为彼此命运带来什么样的转变？难道我是喜欢上毒蝎了吗？怎么会蜜月旅行睡过那一次就怀孕了？最好的办法是跟孩子的爸爸复合，生下孩子。你休想把我儿子的大好前途毁。蔷薇，复合吧。他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幸福之路？我说我喜欢你，我有信心能让蔷薇小姐幸福的。宝宝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奔跑吧蔷薇即将热情登场，东森戏剧台敬请期待。